独家直击林志坚现身中立，拜会客家大佬、国策顾问范正修，和相亲座谈，林志坚忍不住大吐苦水。老师交给谁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。他现在回过头说我抄袭他。 林志坚转守为攻，走入基层详细说明。因为周四到总统官邸向蔡英文报告论文事件，总统才是持续以证据为基础向各界进行说明。就连全力辅选的郑文灿也跟进加重炮火辩护，把这一份民调抽掉，于正煌先生的论文没有任何基础。那不能够事情过了以后，前面感谢，后面拆桥，这样也是违反学术伦理。人选的调整。 这个是国民党制造的一个假的议题哦，那就好像我们在篮球场的这个赛事上哦，这个得分的选手哦，往往会是被对手严加防守，甚至有时候会架拐子。只是这场龙潭龙员工参乡赠匾仪式，原定总统也会一起出席，却突然取消，外界高度热议。我们每个时间是讲红牌，会换先吗？蔡总统因为最近。 国务非常的繁重哦，那今天没有办法来，但是总统昨天也有特别提醒我，今天来到现场一定要跟主委说声抱歉啊，跟所有的乡亲说声抱歉哦。郑文灿与林志坚口径一致，撇清切割仪式，澄清没有换间计划，也没有讨论退回论文。民进党秘书长林锡耀周三中常会也喊话，要避免被分化。 只要党内有信心稳住，相信风波很快会过去。这个事情，这个风波其实不会只是，打林志坚一个人，其实针对的是毁灭性的，针对民进党。不知道在郡总大家相关的规划持续来进行，那我们都是同一条船的人，我们一起要努力。民进党定调全党挺志坚，米平党内杂音，稳住军心，齐心拼2022选战。参选徐兆伟、林平章会，前进小组特人报道。